出发。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OPPO Reno 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有天后光临，各位亲爱的朋友。等了他好久哎，终于来了。时隔四年，是终于发了新片，而且这一次是一个全新的、不一样的他了呢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刚才娜娜做了一件好有意思的事情，说底下怎么有人在卖燕窝？以为那是广告。我说是不是有厂家安排进来的软广告？我说那支持他的朋友呢，他们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小家，叫做燕窝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啊！啊，那我们接下来掌声欢迎天后孙燕姿，请看照片。他的歌陪我们走了好久，好久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。阔别四年，全新出发，孙燕姿是时候回来了。终于要发片了，孙燕姿，我们等你好久好久好久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就在2012的前一年，终于再度等到孙燕姿了，耶、yeah ！非常开心，我那个好姐妹孙燕姿终于要发片，然后隔了四年，四年了。我们都及时了。孙燕姿，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，我觉得她变女人了，非常有味道。好的作品呢，就要等到对的时候来听。是，什么时候呢？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。哦，所以现在就是时候，是时候了，终于是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，没错。燕姿，是时候回来啦！波姐，哦，真正的波姐来了，波姐来了。每个坡不一样嘛，马来坡和新加坡都是友谊单位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首先请波姐，新加坡波姐来给大家打招呼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久不见，Long time no see。因为刚才 VCR 里面好多明星都表达期待你出现的专辑，那个很重哎，那个就是五月天啊，李红、Jolin、Elva， 对，原
来他们跟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，太久没见到你了。不过我觉得说实话，他就是很潇洒，就是孙燕姿走的时候，就是说暂别歌坛的时候多开心，就背着包走了，然后四年背着包又回来。所以能不能问问，就是你决定什么时候该休息，什么时候该工作的那个原因点到底是什么？那个点到底是？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一直都爱做歌手，然后他。我被就是都是歌手这个名称好像定义了所有的所有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不一样的步调，我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可是可以同时做啊，也其实我也有我跟他聊过，他的歌做歌手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他可能如果真的是要发片的时候，他会就是。全身心的在这里，所有的东西，对，所有东西都围绕这个转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一张接着一张，一张接着一张。对，你最快的频率的时候是多长时间发了几张专辑？我有过一年发三张。哇哦！所以你懂什么叫做所有东西都是歌手这个定义的概念？他所以是全部都是在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他就是做歌手的时候太歌手了，所以才想要跳离开来。做不做歌手的时候又离开太久了，怎么回来又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太喜欢唱歌，还是歌手。所以你离开是因为唱歌，喜欢唱歌。回来也是因为喜欢唱歌。所以你这四年没回来，今年回来要发四张吗？今年了，应该没有。太喜欢唱歌，所以如果比如说换频道换久了之后，又会想念歌手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唱歌还是一个。我的精神寄托，是件愉快的事情，其实只是不要太把它变成一个工作，完完全全的工作。OK， 那这次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改变就是长发嘛，虽然今天是盘起来，很有女人味了耶，但是还是，就是长发，你增加了不少男性歌迷吧？对不对？现场的男性歌迷在哪里呀？还有刚才燕姿非常认同的感觉。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是喜欢长发还是短发？我自己就觉得我长发比较美。长发比较什么？比较美。哇！哎，你是怎么觉得你的男歌迷是速增的呢？这次出来以后。有我。从什么怎么样？怎么这么看你怎么样？有，因为还不好意思，天后就不许他得意了吗？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这次还是因为四年没有见，所以还是要帮大家签名，然后就发现我从来没有那么多男歌迷，我真的从来没有，所以可能在场男歌迷可能也是这一张才觉得看一下这样。一些不是，可能就是我觉得是这样，是四年前可能其实他们也找你去签过，只是那时候他们还小，分不太清楚。或者四年前他们其实也是这些人，但他们那个时候头发长。你以为他们现在有认同感了？所以我一直以为你是要求自己走帅气女生路线，没想到你骨子里面是希望自己是个美丽的女生。其实也很帅啊，他这样打扮还是啊，对啊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跑的那个冰天雪地，穿个那个很短的一个背心在那边跑。我想说哪个女歌手要做这种事？我也没有。你也不想要做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公司就是之前的公司超爱让他穿背心的，对，因为瘦瘦的，他们就觉得穿看起来很高这样子。不，你知道他穿那个就给人感觉特别潇洒，一般女孩身上很少有这种潇洒的感觉，就能体现出他与众不同。对，那现在有了长发了，然后呢，这次的这个妆容啊，包括这次的服装也看到多出现一些蕾丝啊、薄纱什么的，女人味特别足。所以你有在拍照的时候突然发现，哦，原来我燕姿也可以做很多很妩媚的。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，妩媚有会让你挑战，就是一个肩膀就是稍微起来一点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，你看这一种你可能吗？啊，好棒啊！哎，他今天这个裤子超适合的，可以啊，他可以啊。适不适合的感觉？孙燕姿这样做还是很像奔跑。觉得哪一种是燕姿很适合的？我觉得她非常妩媚，哎，那种哪里都疼的，对，就哪里都疼，大模拍照，头疼牙疼。哇哦，对对对，腰疼和脸同腰和脸还有腿同时疼，你肯定适合你啊。刚才有做超美的，来，三，二。这个怎么觉得那么可爱？刚才那个是跑出去之前，这个是跑回来之后。
有跑岔气儿了，累到了。不过我今天有点意外，本来我以为今天他会穿个薄纱的裙子，我本来想让他走出那种很飘逸的感觉。啊、穿这个也可以吧？也可以。大家要不要看？你可以挑个男生陪你，哦、走一段。我是说台上的。既然大家这么踊跃，那就挑一个台下的也行，要争取是最帅的哦。帅。哎，他说帅，他就举起手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男生穿蓝衣服，这个我开始说要男生歌迷要，他还没有那个，我说要很帅的，我。所以说重点不在歌迷，在帅。你首先把你的三枪内衣脱了，显得穿的好多。哦、OK， 这个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好不好？哪个？这个也很可爱哎。站好，首先走秀的话，我们要看站姿，站好。啊、OK，、哎、总教，好，等一下，衣服扯轻一点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套两件啊？冷吗？OK， 不慌。可以。好，来站好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合不合格。合不合格 ？OK， 因为袖子一边长一边短，你被淘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能这样送他走。还给你下去。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蒋文畅哈、哦，好，你先走一下，我看你帅不帅啊？我们看看你过不过瘾、啊？来加油啊！来给我们 music。哇，他属于胃疼的那种，胃疼。Pause 一。同学，只有两点，第一点手不要叉腰，因为走的时候手叉腰好像胃不舒服。第二点不要耸肩，放松好不好 ？OK， 加油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燕姿和我们姿妮的帅气表现。好大方啊！好大方啊！哎，我等一下，拍一下，他回去之后，他旁边的人是怎么对他的？对，哎，不要！有。哎，但是我有一个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燕姿一崴住他的胳膊之后，他那种男性荷尔蒙在他身上激增，然后整个人脸上洋溢这种非常帅气的感觉，是，整个人光芒四射。对，真的，一个男人身边一定要有个女人，是吧？OK， 接下来我们来聊朋友。我们一直都知道燕姿在圈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，那其实最好的一个就是Jolin蔡依林。听说你们俩闲的有时间的时候，很爱在一起打麻将，谁打麻将比较厉害？是吗？对。为什么他比较厉害？胡的比较多。因为我们打他都会。是累了还是有点不耐烦？不耐烦。怎么？他觉得慢是吗？对，他觉得我们打得很慢。我知道那种打得快的人，就是真的会很嫌弃那打得慢的人。我就是那种打得慢的人。哎，是那种大小都胡吗？谁是那种大小都胡的？没有，他们因为台湾打的麻将都是16张，嗯，然后我习惯打的麻将是13。我们两个泼的那个风俗是一样的。所以他说，那个Jolin打得比较厉害，因为他打得比较快。那这件事Jolin怎么说呢？来，请看。我应该比他爱打牌啊！我之前常常每次见到他，说：“哎，我们来打牌这样。”他牌品也蛮好的。那因为我一上桌就属于那种蛮认真的，所以不太爱聊天。但是因为每一次都赢他钱，所以他现在我只要约他打牌，他都不想打牌这样。有一个人一直赢，你就会不愿意去打。对。对，他很认真哎，他讲到这个话题，很认真。你们俩谁打牌比较认真？相比之下，会发飙吗？我吧，他们就是快，赶快凑了就可以赢了嘛。可是我就会想说，哎，我要打那个清一色，我要打。你会想要凑一个大句子？对，可是还没有凑完，哎，他越胡了，对，还没凑完他越胡了。不是他胡十次，但你胡一次啊？对，差不多。扯平了，所以你们为什么花了一晚上也没有不赢不输？真的，我们是好姐妹。走了。那因为之前Jolin来节目的时候，我们跟他聊过一个做媒的事情，然后说你们好姐妹有时候，比如看到合适的男生，也会推荐给对方。对。那你们俩谁比较会做媒？他没有帮我做过媒啊。他没有。就帮他做过吗？就打牌赢你还不给你做媒？那你有给他做过吗？你有给他做过吗？有做过一次。成功了吗？很不成功。为什么会很不成功？他嫌弃人家，我也不用办法。没有啦，他可能没有，他觉得不合适，他没有来电，我觉得。啊，为什么你从你朋友的角度，你觉得他们两个会来电，他却觉得不来电？因为我看那男生，我觉得他很有型，然后又很帅，然后又。
反正就很有那个。所以你们姐妹的重点都是要有型又帅，没有，我觉得她会喜欢那个。嗯，你呢？你们是外貌协会的，你叫什么叫外貌协会吗？是肤浅的人吗？不是肤浅，外貌协会。外貌卖，就是卖。肤浅，这是也是正解了。就是就是喜欢帅哥。嗯，就是肤浅的人啊。OK。OK， 所以他这个是比较对的。所以你觉得那个型应该会跟Jolene很适合，可是他没有来电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会帮你妹妹做眉吗？有做过。你真的很爱做眉。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可以评为不成功的媒婆吗？对，我那个频率呢很低。对，我们来看看那个Jolene怎么说。来，请看。我们两个算契合的个性，但是成功率好像，我是都好像都没有成功过。但是就是喜欢介绍新朋友给大家认识。那他有没有成功我不知道，但是应该跟我经理一样，但是这种不是撮合就立刻可以中奖这样子，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看到其他朋友很开心的感觉。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又小了？他又小了。对，就是像小朋友那个，就是年纪又小了，年轻了，看起来好年轻，好嫩哦。对啊，对，他是啊，他是。你也是，你也是。真的吗？对，没关系啊，不要勉强。Okay, 好有营养的一对对话。我们有下面来请燕姿来现场展示一下她到底那个成功率有多低，就是她做媒的成功率。嗯，比如说你觉得我们现场谁五个人当中谁看起来最缺爱的样子？何老师啊。为什么我缺爱？因为太多了，你选不过来。你是我的朋友。不过因为跟我一样，比较少有很大的新闻还是怎么样，嗯，都阴着来，什么阴？都阴着来，说都在背地里面。背地里面有是不是？就今天。主题曲浮出水面。今天是这样，今天就应燕姿说的，我是一个缺爱的人，然后我在现场，我看上了一个人。你可以帮我去找他要电话吗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每天都在工作，都没有时间谈恋爱。真的吗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？我喜欢荷兰人。没有，我喜欢就是真心对我的。啊。然后不是因为我又高又帅又红又有钱，就不贪图我的这些浮云。就看到我是我的人。OK， 今天现场有两个女生，我觉得都还蛮可爱的。OK， 一个是那边那头疼的。OK， 还有是那边那个站不稳的。你觉得哪个比较适合我？你啊。嗯。我觉得头疼的比较适合。为什么？燕姿为什么？他头疼会比较想很多事情，是不是？会比较为我着想。脑子不清楚。你先去状态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就可以介绍。我去试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自白一点。哎，请问你要他的电话吗？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项目。 OK， 现在我要出发了。燕姿跟我说要自然一点。对。哎，你手插口袋就好了。匆忙一点，匆忙一点，匆忙。走过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我的妈呀！燕姿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应该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绝对有。这个女生，你有没有刚才觉得被土地公公撞了一下的感觉？对。一个白色的土地公公撞了我，然后他就钻土里跑了。好了，我去帮你要电话。去帮我要电话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你知道刚才？哎，等会儿还有我呢。哎，还有你吗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粉丝。粉丝，他跟了我大概70多年了。粉丝你好，你可以帮我拿个水吗？啊，可以。谢谢，在那里。哇，好棒哦！一下支开一个。刚才有一个男生刚才撞到你，你有看到吗？不可能啊！啊，不可能吗？明明是个土地公公啊！不是啦，刚才有是个男生。对，他这么矮。
他没有，他站起来其实差不多。我觉得燕子好可爱，他又不想呢伤害何老师，但是又必须说实话，所以那个高度是这样。其实高矮不重要了。哦，那太好了。他有钱吗？他还好，还好是多少？哎，水来了！哦，这么快就拿来了？哎，我不是这瓶哦，我的是那一瓶。对对哦，好的，一公里以外啊。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还有就是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吗？我。你说他吗？因为我觉得我粉丝儿还不错。你快帮我要他电话，你燕子，你电话是多少啊？我粉丝他追我很久了，我求他追你好吗？好，谢谢燕子。谢谢。Open Real 提醒您，下一节更精彩。山寨版包妹强行认亲。我是燕之的妹妹朱燕之，姐，好久不见。姐，你想我吗？我准备了一段我姐的舞蹈，叫神奇。你现在就演的神奇的妹妹神经。你胡子要不要拔一下？当新加坡坡姐杠上马兰坡坡姐，造型 PK 火力升级。坡姐，人在别坡上，难免不低头。我是不会弃权的，咱们走着瞧。你不亮。